100天减肥打卡第89天，78.9。今天的早餐是三文鱼沙拉，然后下面还有一些虾仁可以放在下面。今天的沙拉没有沙拉酱，干啃三文鱼。其实这餐还是要再加一些豆子，但我最近买的豆子没有煮，而且我觉得可能我最近吃的比较油腻，所以少吃点碳水我觉得会好一点。我买的就是这样的大包的白芸豆，然后煮也很简单，就放在那个水里面泡一晚上，然后第二天煮20分钟左右，然后煮熟了煮软了你就可以吃了，每次吃一小把这样子代替主食。晚上又吃了中式沙拉，有香菜、鸡蛋、虾仁、黄瓜、香菜自由水煮蛋、虾仁拌一个。有喜欢吃香菜的宝宝吗？喜欢的扣一。应该很少有人像我这样吃这么一盆。骑半个小时的动感单车。第二天称个体重，78.4，打卡记录一下。前天称了0.5，就是1斤。